好，接下来回到133页4，我们来看记结论就行了啊。其他你会发现，像什么其他的过程啊、证明过程那些东西，确实是来不及考的啊。我们好题目就这样啊，好题目就这样。好，继续，我们看四，这个用矩阵方程来命题，矩阵方程命题，啊，甲又来了啊。高潮迭起啊，一环扣一环啊，又来精彩的东西了啊！我要吹牛了啊！要吹牛了，拆出原题了，我拆出原题了。你们看，用测正值测根项来命题，可以用矩阵方程来出。为什么用矩阵方程来出呢？我草稿纸写一下给大家看啊。如果题目当中给了，你们看书啊，不用抄了啊，看书我写一下啊。如果给 AB 等于零，大家听好了啊，立即拆，我们把 B 做内分块，A 贝塔一、贝塔二、贝塔三，把零做内分块，零零零，立即可以得到 A 贝塔 i 等于零倍的贝塔 i。我们马上就说，当然这里要求 B 的每个类向量都不等零啊，都不等。我们立即说 lambda 等于零，听懂没有？就是零是 A 的特征值，贝塔 i 是属于特征值零的特征向量。当然这里要求贝塔 i 是不等零的，要求贝塔 i 是不等零的。这个大家要会的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条，如果 AB 等于 C，立即推来了啊，那么就把 B 做内分块，可贝塔一、贝塔二、贝塔三。注意啊，当然 C 有个前提，那么 C 如果当然写成伽马一、伽马二、伽马三。如果这是谁？这是命题人啊，这命题老头啊，60+啊，他们出题，他就把伽马一写成了什么？你比如说写成那么的一倍的贝塔一。把伽马二写成 lambda 的二倍的贝塔二，把伽马三写成 lambda 的三倍的贝塔三，懂了没有？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立即可以得到 a 贝塔 i 等于 lambda 的 i 贝塔 i，所以我们立即可以推出来 lambda 的 i 是特征值，贝塔 i 是特征向量，对不对？这是比较常规的考题啊，比较常规的考题。我们待会儿呢看题目都可能哈这样出来的。第三一条，哎呀，太重要了，如果 AP 等于 PB。你知道这个考了多么重要的东西？我在考前，当年2020年考前，你们看过视频没有？我当时就拍桌子了啊！我自己其实我都忘记了啊！当时就是讲闭关修炼啊，我一点不开玩笑，就这种课啊，就是这种就集中啊，集中时间来训练。我当时桌子都拍了，我说今年就考这个题，一语中的。吹半年啊，那肯定要吹半年啊，才是原题啊，才是原题啊。因为我可告诉你，如果不讲，不止讲一遍啊。好，我们先不吹牛了啊，不吹牛了啊。AP 等于 PB，P 可逆，P 是可逆矩阵，立即推，马上两边组成 P 逆，所以 P 逆 AP 等于 B，对不对？大家立即得到 A 相似于 B，立即推。如果两个矩阵相似，立即推，所有的 A 的特征值和 B 的特征值是相等的。你就可以根据 B 的特征值求出 A 的特征值，对不对？大家，这个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第四一条，最后一条，他这么说啊：如果 A 的每行元素，如果 A 的每行元素之和均为 K，这个你要注意啊，这也是考题命题常考的。那么立即可以得到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么 A 的每行元素之和，那就是 A 乘了什么？很好，一。你要知道 a 呢是横着的啊，就是 ai 这行乘上这一列，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把这行元素相加，都等于 k，那么都等于 k，是不是就等于 k 倍的一了？好，故立即推，那么说 a 有特征值，那么的等于 k，那么特征向量是一，明白了没有？这就是我们的四，叫做矩阵方程来命题，有四个方面的问题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例题啊。我们来看例题，来看例题。我们来先走一个大题啊，我们先来走一个大题了。例题7.7，你先按捺住我猜的这个题啊，先按捺住这个 AP 等于 PB，我马上给你展示。我们先从头说啊，从上面开始往下说，好吧？好，开始，先看例题7.7。这，哎，哦，这草稿纸，脑子糊涂了。好，我们先看例题7.7。
到例题7.7，啊，看题，南京考题答得好，2023就考这题，分析，哼哼，一，很简单，AB 等于负二 B 出来了吧？把 B 作为方块，那就是 A 乘贝塔一、贝塔二、贝塔三等于负二倍的贝塔一、贝塔二、贝塔三。好，大家注意看啊，我们这里的贝塔一、贝塔二、贝塔三什么关系？答得好，其中贝塔一加上贝塔二是不是等于贝塔三？看到没？所以就是贝塔三是可以由贝塔一、贝塔二表示的，贝塔一、贝塔二线性无关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马上可以知道一条，对于 A 矩阵来讲呢，A 乘以贝塔 i 是等于负二倍的贝塔 i 的，我这里的 i 呢取的是一二三，那么这里要留下来。对应于 lambda，对应于我换个颜色写了啊，对于 lambda 等于负二这个特征值呢，它有两个线性无关的特征向量，叫贝塔一、贝塔二。注意了啊，好，再来第二件事情，那么就是这个了。那么由于 CA 转值等于二 C，大家立即转值啊，能不能用 A 转值啊？我们说了，你求的是 A，那你就要转 A，两边一起转值，CA 转值的转值等于二 C 转值。力学穿透原则，AC 转值等于二倍的 C 转值，对吧？所以我们马上有 A，注意啊，C 转值啊，把 C 转值写成，那么你比方说，我按照 C 转值写成 alpha 了，那么就是 alpha 一、alpha 二、alpha 三，那就等于二倍的 alpha 一、alpha 二、alpha 三，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注意看啊，这是 alpha 一啊，看到没？这是 alpha 二啊，这是 alpha 二，这是 alpha 三。那总要有一些个稍微有一些个这个怎么样变化是吧？好，那么这里大家注意一条，这三行是不是成比例的吧？你看一负二一、负一二一、负二四负二是对应成比例的，故我们说你只要对应着什么很好，你对应着 lambda 等于二，它的特征向量是不是取个 alpha 一就行了？alpha 一呢，我们就取一负二一就行了。我这样说大家听懂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找到什么了？这不就刚才我们说的东西吗？你要求 A 很简单了，求 A 很简单了，你就来拼。他要求 A，实际上就是你相似对角化，又来这句话了啊。P 逆 AP 是不是等于 lambda 的？你给我把握住这个东西，这里面的构成是什么？又来说一遍，又来了，又来说一遍。那就是说，这是 alpha 一、alpha 二、alpha 三，它的逆乘上 A 乘上 alpha 一、alpha 二、alpha 三，是不是等于 lambda 的一、lambda 的二、lambda 的三？对不对？你只要能凑成这个，它就一定是相似对角化了。你不就把握住就行了？那么现在往上凑就行了。那么现在对应着，我就凑一个贝塔一、贝塔二、阿尔法一，可以吧？那我就写了啊。如果是贝塔一、贝塔二、阿尔法一，它的逆乘上 A 乘上贝塔一、贝塔二、阿尔法一，你对着写特征值不就行了吗？贝塔一对着是几？负二。贝塔二对着几？负二。那么阿尔法对着几？二。这不就出来了吗？这不就能求出 A 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不就解决了吗？我把它写完啊，于是的话呢，我们的矩阵就出来。所以你的 A 矩阵呢，就等于，那么就是左边乘上这个贝塔一、贝塔二、阿尔法一，再乘上它负二、负二二，再乘上这边这个贝塔一、贝塔二、阿尔法的逆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就不做了，好吧？大家自己来做，因为贝塔一、贝塔二和阿尔法一都知道了，这个是贝塔一。啊，这是贝塔二，这是阿尔法一，把它们添到这个矩阵里面就求出来了，可以吗？大家这个当作业自己做啊。第二问比较简单了啊，自己把它完成就可以了。这是我们说的用特征用矩阵方程来命题，它给我们的是矩阵方程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矩阵方程里面转化出什么？各位很好，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，特征值对应特征向量，往里一拼，那么就得到了我们的相似对角化。你可以根据相似对角化反求矩阵 A，这个方法要学会啊，要学会。好，接下来来了啊，我们看我们猜着的题是哪个题，未来还能考呢？各位这个题还能再出啊，还能再出，请看例题7.8，2020年考研题就是这种题，太简单，太简单，太简单。十向量组 alpha a alpha a 方 alpha 线性无关。各位是不是讲线性无关？你脑子里得有一个意识，得有什么意思啊？那个 P 是不是由线性无关的三个向量拼起来的？三阶嘛，你不是三阶嘛？
你现在应该已经会想到那个疲劳。我总想强调这个东西啊，什么东西的逆乘上 a 再乘上这个东西，就是那么的一，那么的二，那么的三。你放心，一定是这样。不是说命题老师说我们就抓住它，就是这是限制。你这个整个七八九就是这个一个东西。我告诉你，核心主题就这一个东西。你为什么先求特征的特征向量？你为什么不先讲其他的？你配方法绝不是主流，对不对？你不管后面你考什么，它都不是主流。你主流就是因为你先讲了特征值、特征向量，我就知道你整个七八九就是要用特征向量、特征值、特征向量，否则你先讲它干嘛？你没有特征、特征向量，你后面就完成不了。按这个逻辑，你出题就得这样做，对不对？那不这不就来了吗？你敢不敢往上写？你敢往上写的啊？我待会给你往上写啊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先这个按照题目的要求来走一遍啊，你看它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我们令 P 矩阵等于。令 P 矩阵等于阿尔法 A 阿尔法 A 方阿尔法，是吧，大家？你看啊，看这个 A 的三次方等于这玩意儿，那你都不要犹豫的，你得根据我的前面讲的东西走啊。我前面讲什么？矩阵方程我都给你写好了，大家看叫什么？大家看我写的是不是叫 AP 等于 PB？ 是不是叫 AP 等于 PB？ 你得凑我这个矩阵方程啊。你得凑我这个矩阵方程，你只要往这个角度去出发，这个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你得去凑这个 AP， 我还写在这儿呢，我记得是吧？你看是不是查户值在这儿？我写在这儿了，是不是叫 AP 等于 PB？ 你得往这儿去凑啊。好，开始，大家凑一下了啊。那么就是 A 乘 P 等于什么？来，把它往里带，就是 A 乘 Alpha，A Alpha，A 方 Alpha， 对不对？大家把它带进去，乘进去啊，是不是叫 A Alpha，A 方 Alpha？a 的三次方阿尔法，有了吧？有了，看它是不是 a 三次方阿尔法，是不是在这个玩意儿？所以它这个矩阵就变成了 a 阿尔法 a 方阿尔法，念 a 的三次方阿尔法等于三倍的 a 阿尔法减去二倍的 a 方阿尔法，对不对？大家出来了，你看 ap 等于什么？等于我写了 ap 等于 pb， 你还得再写一个 p 啊，还得写一个 p， 那不就等于？阿尔法 P 二写过来 ，A 阿尔法是不 A 方阿尔法？你看是不是回到了我们在行列式里面就在讲，是不是找系数了？这不是系数吗？请问 A 阿尔法等于什么？念，这不出来了吗？这不是零一零吗？阿尔法乘以零加 A 阿尔法乘以一加它这是不是叫 A 阿尔法？这个第二项 A 方阿尔法等于什么？零零一啊，不就这东西吗？再来三倍的 a 阿尔法减去两倍的 a 方阿尔法叫什么？叫零三负二啊，这不就是 b 吗？它就等于 pb 出来了。立即推，由于它是可逆的，因为题目讲了这三个人叫什么？叫线性无关了，故它拼成的矩阵是可逆矩阵，所以立即两边写成 p 逆 ap 是不是等于 b？ 这个 b 是。零零零一零三零一负二，这是已知矩阵啊，这还有什么困难的？大家马上结论出来了，由于 a 和 b 相似，立即推，你要求什么？你要求 a 的特征值，你不就是要求那么的 a 是不是等于那么的 b？ 你不就是求它的特征值吗？讲完了，那么的 e 减去 b 的行列式的零，就把它往里一带。算出来它的特征值零一负三，故 A 的特征值零一负三，听懂了吗？那我再留大家一个扣啊，注意看，哎，来了，我们讲你可以写 P 逆 AP 等于 num 的，我们前面讲过了啊，你可以把比如说有三个这个线性无关的往里一抄 P 逆 AP 等于 num 的，可是这个题呢，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题本身来谈，那么你请问你是不是叫 P？ 我来抄了啊，那就是 Alpha A Alpha A 方 Alpha， 大家这是 Alpha A Alpha A 方 Alpha， 大家告诉我这等于几 ？P 逆 P 等于 B 啊！哎，各位，这里不是对角阵，是为零零零一零三零一负二。我现在问大家一件事，给我听好啊，给我听好了。下一家啊，下一家我给你留扣啊，留扣啊。请问现在是 P 逆 AP 等于非对角阵了，你还能不能给我找出一个手段使得 Q 逆 AQ
等于对角针呢？这个办法就出现了从未考过的十二分大题，这是我们下一讲第八讲即将给大家的精彩的考题。我欠你一个啊，欠你的账啊，我下一讲来还。听懂没有？你现在谈它不是对角针的，前面讲是对角针，可是当我不是对角针的时候，请问已经给了手段，我还能不能再找手段，使得 Q 等于 AQ 等于对角针呢？怎么去求这个手段呢？还从未考过，各位啊，从考过，请听我们下一讲的详细讲来。来，趁着打铁再来啊！我还有呢，我们还有呢。你这对那对这个往后翻，往后翻，请大家翻到一翻就远了啊！请大家翻到例题八点十，翻例题八点十，155页翻155页，例题八点十。又来了啊！我又来展现这个七八九的统一性了啊！他们就是一张啊，这就是一张例题八点十。看题，例题八点十，请问哪年考题？答得好，2023年考题。2023年，有人老师你都算了1500分了，就是考题，来了。看这儿，你看这什么叫做 A 伽马一、伽马二、伽马三？你看我这数学到处都这种题，等于伽马三、伽马二、伽马一。你这还有什么犹豫的？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写什么？立即推来了，那就是 AP 等于 PB 呀、啊，记住没有 ？AP 等于 PB 呀、啊。他说了，伽马们线性无关，看到没有？你都不要犹豫了，伽马一、伽马二、伽马三。他说等于这个，我怎么会写这个呢？我还得写。P 啊，还得写 P， 叫做伽马一、伽马二、伽马三，念乘以什么？一起背，太简单了。那么第一个是伽马三，叫做001啊；第二个是伽马二，010啊；第三个是伽马三，那么第三个是伽马一，100啊。你看，这不就是 B 吗？听懂没有？这不出来了吗？说明立即推 AP 等于 PB， 马上可以得到 P 逆 AP 等于 B。各位，是不是又出来一个 B？根据 B 的特征值，是不是求出了 A 的特征值？能听懂吗？那不就来了吗？这个题我们还要讲呢啊，这个我们后面还要讲，这是个重点考题啊。现在先不说完了，先说了个开头。再翻157页，再翻157页，再翻例题8.12又来了，例题8.12又来了。一看看，哎呀，这题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！我告诉你，这题哪年考题？2023年考题就考这个了，就考这个了，就考这个了。来分析，马上就来，是什么？说阿尔法一二三线性无关，有了吧？你不就是吗 ？A P 哎 A P 来了啊，等于什么？你都不要犹豫了 ，P 写出来，乘开始了。因为 A 乘阿尔法一是一二三加起来是11，我觉得你速度没问题的啊。A 乘阿尔法二是阿尔法三是001 ，A 乘阿尔法三是二倍的阿尔法二加上是不是叫021来了？那么得到 AP 等于 PB， 这个 B 又出来了，就是这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相同的特征值。总之，我现在先跟你说一句啊，在我们考研的这个大题里头的头一步，如果大家能够想到 AP 等于 PB， 应该会对你这个解决问题。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启发啊，请大家把这一点呢，一定要给我把它搞清楚啊，一定要给我把它搞清楚。好，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一块，接下来还有一块，就是 A 的每行元素之和均为 K，A 的每行元素之和均为 K， 对吧？是在这儿哈，就在我们草稿纸的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东西，这个我简单说一句就行了啊。这个现在考的不多了，因为太简单了啊，太简单了，没有太多的这个新颖性啊。我简单说一句就行啊。比如说例题7.10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如果 A 的每行元素之和是3，那么立即推三级矩阵 A 乘111是等于一行乘它得3，第二行乘它得3，第三行乘它得3，等于三倍的111。由此你可以得到，我们首先有一个 number 的是等于3的，然后对应的特征向量是111。剩下的比较简单了啊，
大家可以自己去求了啊，我就不再啰嗦了啊。